Hello，我发现啊，你们这些人啊，我平时你们辛辛苦苦拍仓鼠，我都没看到你们说些啥呢。你看我视频里面有的黑指甲，你们就兴奋了，就高潮了。哎，拍完子仓拍补丁，拍完补丁拍熊，拍完熊类拍老公老婆婆。你们去在意一个指甲，而且最主要那指甲不是我的，我不涂黑指甲。你干啥？你干啥？在我手上找吃的。真的是啊，知识皮你们一点都不好好学，一个黑指甲，哎，我发现你们就兴趣就来了。这么喜欢看沙雕视频吗？难道是仓鼠的美色满足不了你们了吗？它多可爱，哪点不比那黑指甲强？忘了它，好好看仓鼠行不行？我是一个钢筋直男，我一般是不涂指甲的。还有最近这个鼠疫的事情啊，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小仓鼠，也不要去干一些弃养啊这种事情，你这样会让我身为一些动保组织的很难受，真的很难受。最近还准备养两只鹦鹉，虎皮鹦鹉，它们已经在路上了。好，拜拜，不要弃养仓鼠哦。而且不要让仓鼠在有耗子的地方接触耗子，仓鼠自身是不带病毒的，如果接触到耗子的话，才是有可能会携带病菌。还有，如果出现了发烧、呕吐、